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莅临米其林十佳技职服务中心先锋永春店开幕仪式。我们的开幕仪式呢，即将再过最后的三分钟后，马上就会开始了。邀请所有现场贵宾请速入座了。好，现场的贵宾朋友们呢，邀请各位呢可以请速入座，因为今天的开幕仪式呢，马上就要正式的开始了。今天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们，不要忘记呢，来将你们的手机调整成震动关视听，以及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莅临米其林十佳技职服务中心先锋永春店开幕仪式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珊，非常荣幸，也非常开心，今天可以在现场和所有贵宾呢，共同的来共襄盛举。那在今年呢年初，因为我们疫情的影响，所有现场的伙伴们都辛苦了，先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好吗？那在今天的开幕仪式的一刚开始，要先和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与会长官。那也请唱明道的长官待会呢要记得站起来，和所有现场贵宾朋友们挥挥手示意。同时呢，现场的贵宾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呢来献上你们最热情的掌声。首先要来欢迎的是我们十佳先锋老板吴岱燕，吴老板。紧接着呢是台湾米其林轮胎董事长王金健，王董事长。接着呢是我们台湾米其林轮胎销售部经理严国龙，严经理。台湾米其林轮胎市场部经理倪继元，倪经理。紧接着呢，这一位要特别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是我们十佳先锋吴老板的父亲，我们的爸爸，来站起来，跟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们挥挥手。耶！好，紧接着呢，是我们吴老板的岳父，那也请我们岳父站起来，跟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们挥挥手示意。好，紧接着呢。这次要来邀请到的是我们明伦竞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树斌，陈董事长。那其实呢，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呢，有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。那这位重量级的来宾呢，待会呢会来一一的跟所有这样的贵宾朋友们介绍。再次的掌声来感谢我们所有与会长官们在百忙之中的莅临，好吗？十佳技职服务中心呢，是台湾米其林轮胎目前最重要的品牌通路，在全省呢也拥有了近75家分店，我们在年底也预计呢会有80家的分店，也致力于呢各大社区的汽车服务。而在2020年呢，其实呢是我们先锋非常重要的一年，不仅仅呢是我们先锋创业的第16个年头，设立了第3家米其林的分店，第2家十佳技职服务中心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永春店。说到这边呢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吴老板以及所有的伙伴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呢？成功的路上呢，一定呢有着一位默默付出的重要推手。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，准备好你们温暖的小手，热情的掌声，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吴老板来到沈阳光，跟大家说几句话。掌声来欢迎我们吴老板。再次的给予我们吴老板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？也相信呢，在吴老板的带领之下呢，我们先锋的业绩呢可以持续的再创巅峰。那当然呢，在推手的身后一定有一群卖力的工作的伙伴们，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个并且呢线上呢承载着满满谢意的红包，那感谢所有辛苦的伙伴们，那再次给我们两位一个掌声好吗？这个红包没错，承载着满满谢意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来感谢呢在先锋呢奉献了15年的时光的伙伴，一赞，给我们个赞好吗？送出你们手中的红包，各位，送出手中的红包，再感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员工以及我们的老板以及老板娘，可以辛勤的来回座进行休息了。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呢，我们先锋呢才能够屡创佳绩。那接下来呢，要邀请到的是我们台湾米其林轮胎董事长王金健，王董事长上来跟各位说几句话，掌声来欢迎王董事长。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王董事长，请王董事长先请来回座进行休息。紧接着呢，要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温丽维跟
划，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温丽伟。那也请我们现场的礼仪人员呢来送上我们的军剪刀，同时要提醒我们八位的长官单位呢，我们在倒数3秒钟以后呢要一同的来剪